各位校员，午安！哇，遮侪人诶，今日遮侪人，还够遮侪少年人吼。哦，我今仔日要讲诶，即个是即个题目吼。但是我要讲进程吼，大家想讲啊，今仔日张一曼，甲今仔日，大家拢在讲法律吼。啊，我咧突然走出来即个油啊吼，啊，啥物咧甲连起来？有人知影为啥要讲这无？对，早起有人在讲解毒对无？啊，当咱讲药啊吼，上好比例对无？吼，啊，我想我做药师才是侪年来吼，我有一种合适的迄个想法，我会使甲大家分享。但是要讲进程，我想要了解一件代志。除了要用药啊来比如咱台湾即马人的即个人心的即种现象，吼，啊，甲咱的制度啊，用药啊安那注意啥？啊，搁一项。大家在座的知影，咱台湾吼，即马洗心的人是毋要全世界第一名？那为什么呢？咱即马大家会使坦白甲我讲未？北基外口吼，看电台、听电台，也是讲，看电视，也是人介绍买药的，举手。表示大家拢袂吼，表示大家拢有一种觉醒对无？迄电台，也是讲电视。伊虽然讲哦，一些维生素啊，什么维生素啦，吼、哦，什么伊安尼讲的迄个政治几号啦，啊，听迄个广告的迄个项目吼，哇，这吸引人个呢，可能哇，阁会使迄个什么壮阳啊，是讲美容啊，啥讲安怎吼，讲到下下叫，啊，大家安尼争相恐后去买安尼啦，啊，买一大铺当么厝个。啊，有一个人啦，讲因甲迄个电台的人啦，甲因买哦几啊千，可能几啊千块的迄、那个伊的迄美容的啦，吼，啊，搁啥物保养的啦，健康的食品啦，啊，都甲因迄电台吼，都避免，伊就甲等伊粪扫桶。啊，因迄先生讲拜托的，啊，我趁钱趁辛苦，你买啊几大药啊，甲等啊粪扫桶的，哦，这可笑的呢，来捡来吃，你。因为伊因兜个厝个啥物小明、小花、小啥物，拢规个分来食。请问安尼敢对？你买伫迄不明个所在买药啊，已经是有问题啊。啊，佮你每一个人状况无同款，你捡来食，讲安尼佮袂了钱，安尼敢对？但是你也知影哦，所有个迄个药品拢是化学去做个哦。啊，你讲标榜迄天然的哦，啊，天然是上知影天然个。啊，人这种的所谓天然，啊是咩啊？那去甲检验讲，迄是天然的，啊是咪政府爱个去检验的证明，讲伊迄是天然的。啊，这个检验内面有内幕无？有曾经有迄照时间啊，照顺序照实在啊，讲检验安尼检验对无？对无？啊，是咩啊？去考虑者？啊，你啊，我讲我安尼讲，你讲安尼，我到底要食啥？我即卖惊到要死嘞！你讲安尼制度也无好啦，检验也不明啦。啊，我即卖要治疗要安怎？啊，是毋是？迄个美国的药啊较好，外国的药啊较好？但是坦白讲来啦，拢是一寡差别啦。啊，那差吼，我渐渐我来讲，我大家听。啊，若是讲是吼，一个一定的制度来定定的药啊吼，基本上咱嘛是爱甲相信。啊，咱是讲地下，其中嘛是不明的分子吼，啊去甲创话无的。啊，甲迄个可能甲遐顶头的人。吼、哦，有一种勾搭啦，吼、哦，啊，要爱一块额外的收入啦。我是讲额外收入，大家应该知影，额外收入是贪的钱啦，吼、哦。啊，讲我看有啥物孔明学有啥物钱，啊来甲你创啦。啊，咱是要安尼甲这种海棠啊掠出来，好咱台湾人食的是正常健康健康的药啊，是不是？所以我今日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讲，我为药用药的安全。啊，再来讲，咱药师是安那甲恁照顾，啊，再来讲药啊是安那来迄个管理。但是伊要讲进程，我要讲一寡制度的问题，吼。即、這个经理的演绎，再迄个逻辑的迄个判断，吼，经理就是咱今麦要讲的重点，就是日苏美战，吼。已经讲遮侪侪个课，拢讲啥物日苏美战，日皇署嘛，啊，美军来占领，啊，甲恁个逻辑思考嘛。啊，为什么美军会来占领台湾？大家应该有一个了解。当然啊，台湾
这个所在吼，讲是400年啦的历史，但是不止哦。人考古学家用考古，还可以追溯，可能还有几万年哦。啊，是因为吼，较好你，甲你好通知着无？甲你讲啊，台湾敢若甲400年，其实不止安尼啦。啊，台湾这个细小的所在吼，其实到中国吼，迄历年来啦，伊讲是凡俗啦，夷周嘛，对不？但是近今伊安尼敢是这种的关系？近今伊对台湾，敢若人台湾甲进贡啊，伊对台湾近今有照顾着无？还是因要好好通抵咱台湾，再讲即个有诶无诶啦？啊，咱要正视这个正确的历史吼，当落来为头前来讲。嘿，前几堂课吼，才做迄个江苏有讲过，咱台湾早期甲一个迄个蚕宝宝对无？咱甲一个迄个西平六个迄个屯垦区嘛，迄个大清帝国还没有拥有台湾全部的土地，在甲午战争迄阵都挂予日本，啊，日本你感觉奇怪啊，啊，你挂我应该是完完整整一个台湾啊，啊，奈讲奇怪，三分之二迄高山族迄个土地，啊，奈是毋是恁大清帝国的？啊，你挂我？啊，这奇怪嘞！那我讲，迄别人的土地，讲你一个契约讲挂予伊，啊，感觉日本感觉这奇怪，但是伊必须来开垦来治理咱台湾，都必须甲遮的迄个高山族的遮的所在甲征服。啊，但是迄征服吼，毋是甲你乌白台哦，迄是有根据国际，人个日本有去了解，啊，咱要甲整个的台湾吼，甲统一啦，啊，较好治理，对无？啊！咧下关条约，你讲甲午战争迄阵就挂予台湾嘛，了阵来就是挂迄个蚕宝宝予台湾。啊，实在吼真无好啦，毋是恁兜物件，你挂予别人嘛，啊，毋则奇怪。好啦，算讲挂去。啊，咱台湾是为下关条约，1895年对无？下关条约，吼，大清的皇帝把台湾这个土地、这个主权挂让予迄个咱个日本天皇对无？啊！人家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拥有台湾，伊讲窃据台湾，那敢对？光明正大，你都是有一条约啊，这是法律啊，是不是？哎、啊，那讲咱是去共窃据的，吼、哦？那讲窃据到底是上窃据，大家应该了解啦。对，你拥有台湾，你是不是要抵力？国际上袂讲你我拥有这个东西，我就不许你这边的人嘛，伊都是要建设，吼、哦，拍开日本。地理台湾的建设，我跟你讲，在恁的脑筋内面都是一片空白。跟你讲，我嘛是。啊，你拢跟你教你中国历史啊，像不平条约啦、啊，不平等条约偌济偌济，啊，教你哦，头昏脑胀。啊，恁中国人迄阵，咱嘛感觉家己是中国人，哇，那真很慢。咱教人去修正，啊，拢怕输，拢不平等条约。啊，成功吼，一般讲都在讲这种历史啊。啊，你若讲囡仔要教囝，拢讲无好的，啊，是不要。要安那个教，讲你是即优秀的人。安那来讲，拍开咱日本建设咱台湾的即个历史上来看，大家你知啊？最大的攻击就是造户口，把咱台湾每一个人，伊住咧倒，伊个上生吼，把你的户口名簿，吼，你每一个人拢走袂去。也就你不幸伫外口安怎？你倘好找到即个人，吼，去找你的地址，找你即个人。啊，看你看你个善后，啊，那你也想讲大清帝国统治台湾200年，伊做啥？伊讲我做啥？伊敢讲甲你迄个遮优秀的人嘛，吼，啊，甲你抬嘛，你知影你历史要拍开，吼，遮侪迄个反抗的意识，拢叫伊抬。台湾的精英对有迄意见，拢甲你抬了了，伊敢无咧插你咧？正经咧插你的是日本，啊，过来，大家拢知影八田雨衣嘛，迄阵台湾是蛮荒之地呢。无虾米水，啊那无田嘛，无虾米家己种的虾米田，啊拢破病，拢瘟疫，啊日本有迄个八田雨衣就是真伟大的工程师，伊就甲迄实情讲讲的，去甲迄日本吼，因个天皇啊甲首相共讲，啊台湾即卖现况是啥，需要啥，哎侬去设计一个迦南大郡嘛，啊那设计，哇，迄阵哦设计啊咩啊讲，迄只精细的，只现代化的，啊所以历经了10年。10年，吼、哦，啊，个经费阁无够呢，阁去甲讲，去甲迄个日本讲，内地，因迄阵讲内地，阁甲清钱，几啊千万的
台币，诶，迄个毋是台币哦，歹势，是日元吼，几啊千万即个江南大郡，啊，互人台湾有好水啉，搁再种田、种水果，啥人咧关心咱台湾？拍开日本的历史，你就知影。我渐渐仔讲，我大家听看卖吼。啊，个黄明化，1937年4月1号，黄明化就甲你讲，你有2年的思考期，你要做日本人，还是要做中国人？啊，若你要做中国人，啊，你啊想哦，详细了，啊，甲你送转去中国。啊，嘛有一挂人走去中国啦。啊，转去中国，伊把卖土食的嘛，佫转来啦。啊，转来嘛是爱甲接收嘛。伊是毕竟是咱土生土长的咱的台湾，啊，即日本人嘛是爱甲接收嘛。所以大家要想，一定有潜力可循了。你要爱选啥人，你家己爱接清楚的。哦，你要选做日本人，黄明化，对不？甲你认同，讲你是赶快跟我内地赶快的平起平坐的同胞，互你思考，你要爱无？啊，过来明治宪法施行。即、这个、重要的时间，请大家记起来吼。好，这是咱台湾的转捩点，即拢爱甲记起来。好，你讲其他即上即侪迄年代吼，你讲你无记啊清楚，但是即大件代志拢爱甲记起来。1945年4月1号，即、这个即对台湾即伟大的即个决定，就是要实施咱的民治宪法，好让台湾正正当当有法律根据，你变成。我日本的人民，我安那爱个，不甲你继续甲你听堂，甲你继续甲你建设，吼、哦。所以安尼来讲，所以日本吼，伫咱台湾即几五十年来讲，已经甲台湾建设即进步化、现代化。你去看迄较早的相片，哎，查某囡仔就穿迄种的迄个西洋、迄个裙吼，啊，才正式的。洋装啦吼，啊，查甫顶一顶帽啊，穿西装，飘撇，迄阵就才进步呢。啊，大家搁讲误会讲啊，迄是迄个民国几年，迄年代拢甲你无甲你讲，迄根本就是日本迄阵当时的相片，迄当时就是变安尼啊。所以台湾已经是迄个日本永远不可分割的迄个土地。毋是殖民地哦，吼！伊拢甲你迄个流亡的中华民国，伊的历史拢甲你讲，你是窃据，啊，你是殖民地。大家想看麦，历史的证明咧，对无？你袂再空吹薄舌啦。咱做啥物代志？来，有证据互你看。啊，恁拢讲一支嘴安尼灰绿绿啦，我讲你袂膏药安尼啦。啊，内面药啊，毋知好啊歹，你哪知？啊，要等你食落嚼死才知吼。啊！台湾人要嚼死也袂，加菜也够大个吼，吼、哦、大家清楚。过来，迄、那个日本就是太平洋战争，大家要有一个概念。中国战区就是迄、那个日本甲中国迄蒋介石咧拍，迄个战区。太平洋就是日本甲美国咧拍。海阵日本是属于迄个咱台湾是属于日本的。啊，所以迄个比利高咧轰炸，是咧轰炸咱台湾，因为台湾是日本的，嗯，啊有人讲迄是什么日本咧轰炸咱台湾，那我家己咧拍家己的，啊唔读空咧，食着毒药啊是毋是？那是因为对历史无了解，嘛无甲你讲啊，对。还有迄个日本天皇，伊已经爱无条件的迄个投降，因为两粒迄个原子炸弹，砰，死偌济人。伊若无紧导航吼，可能伊会灭国啦。因为日本天王伊嘛是咧担心者，所以不得已爱牺牲台湾。伊讲好条件啦，哦，啊就是讲台湾治理五十年啊，咱嘛即干阮咧讲治理才好。但是吼，伊嘛不得不屈服，不得不屈服迄个美国人，都甲台湾牺牲。啊，咱即个看69年，对无？初期啦，一挂台湾人哩八事件，白是讲无死遮济人，遮可怜的。加在咱即马还阁会富，咱即马还阁遮健康的啦，咱还遮感恩的吼。还阁发生遮济代志，予咱有觉醒啦。还阁秘书长予咱遮好的经历，
啊，互咱台湾找一条遮明确的路，吼、哦，立足美前，大家即个精力爱甲研究啊好。大家知影嘛？为八月十五投降，甲中华民国大美军来占领台湾，这两个月台湾人甲乖乖乖，拢欢迎祖国回归，就是心里是啊，祖国回来了。结果呢，伊安尼对待咱台湾人，伊知影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想要将恁迄个台湾六百万的人甲你运走，那我爱做船只互你运，伊根本就无要地利嘛。不要你了，一抬都形容抬，嘿，精英拢抬抬死。他、啊、要我们的是谁？日本人，他真的有很认真在治理台湾。我现在讲这些话，我现在目前讲，我都觉得，我都身体、心灵上都觉得，哦，我真的是被他们的恩泽感动了。那没有他们，怎么会有这么现代化的台湾？过来讲，麦帅发布一般命令，叫引来来占领台湾。一夕之间，就讲台湾所有的拢无让人思考哦。日本人讲，让人思考两年呢。你要做日本人无？马上的过几个月，就跟你讲，你每个人都是中华民国国籍。你有问到我意愿无？我根本就无咧要插你，我要通知你，你就乖乖听话。啊，你美国人啊，当然古这个1952年啊，4月25号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知影嘛？日本放弃台湾，我要知影一件代志，妈妈唔知影讲大家到底知影无？虾米叫做放弃？所谓的放弃，就是你曾经拥有，对不对？阿伯，你放弃干嘛？我去找阿妈阿狗说你放弃什么嘛？你曾经拥有才会放弃嘛？啊，比如讲结婚离婚呐、啊，啊，你有曾经拥有这个婚姻才会说离婚放弃这个婚姻嘛？一定是拥有嘛？啊，就日本拥有的台湾，美国就是希望他放弃嘛，因为。台湾这个是一块很重要的军事战略的地方啊，因为他需要蒋介石去反共嘛，啊，所以就给台湾人嫁这个人啦，哈，嫁这种人啦，来糟蹋咱台湾人。啊，伊即卖有觉醒啦，美国人有觉醒啊。所以即卖演变到这，咱知影这个经历，咱来去研究去了解，啊，这个好的、迄个美好的道路，就要为这开始耕耘。啊，迄、那个美国啦，我记得迄个国务卿叫做薛福瑞讲吼，迄、那个美国有政策，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即马应即个治理当局啦，伊是甲咱台湾民政府无关系，啊，摆是变成台湾政策法案，台湾政策法案甲咱民政府是较有关系。啊，所以即马以古即马方式来，即马应对台湾的变化是即个两个法律。啊啦，到这要讲一个故事啊，可能大家较袂爱困。那讲无好吼，大家咯小迄个，知影我意思啊？我要讲一个讲，有三个人啦，美国人啦吼，啊法国人，啊甲犹太人啦，叫抓去关啦，要关三年。啊，迄、那个点局长嘛，典狱长啦，他讲，恁这三个人吼，拢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愿望。啊，你若讲出来吼，我就给你完成。啊，美国人伊讲，我要爱刷卡，我要报婚啦。啊，迄、那个法国人讲，伊就是那个浪漫。伊讲，伊要爱水果牛啊啦，吼。啊，第三个，人讲犹太人哦，啊，你来禁起来，犹太人到底伊要偷啥？伊甲迄个点局长讲，我要治一支电话。伊唔讲一支电话哦，伊讲要对我联络个电话。伊讲有清楚无？对我联络的电话，啊，伊咧讲要刷卡，伊有讲清楚无？无，伊无讲清楚哦。迄刷卡美国人啊，美国人常常拢讲无清楚呢。啊，要安怎讲？三年了后，迄、那个美国人总出来讲：“你嘛甲拜托诶，啊，你唔讲要我刷卡，要我不婚啊？啊，你奈无我灰烬？”他没有给他打火机啊，怎么抽烟？那气个气瀑布就走啊！哦，迄、那个法国人更加好笑，哎，拜水姑娘啊！啊，水果女孩介伊安怎？大家咪知影？啊，就出嫁了后，伊讲伊有三个囝，啊，巴肚阁一个啦，啊，四个囝。啊，表示讲伊拢无想讲负担嘛，吼。啊，迄、那个犹太人呐、啊，伊讲伊对我联络迄支电话，伊要濒临破产的公司吼，伊、哦、可能是票据法啥物啦，啊，叫人关入来。伊濒临迄个
迄、那个变成讲失败，迄个公司伊要甲救起来，伊拜托店个长，拜托，你要对外联络。伊这三年，安尼因为安对外联络了后，伊这个公司起起来啊，成长如敢100%哦，更加悬哦。伊就讲，哎，店个长，我多谢你吼、哦，这三年好啊，安尼有这时间吼、哦，去甲我迄个公司甲救起来，我送你一个变数。我唔知这安尼有算乌西无啦。但是我们讲的是，搁要讲法国人，我今麦讲犹太人，大概掌握迄个全球的经济嘛，因即巧的啦，他们很清楚明白他们要什么，所以大概要怎样，你们要什么东西，他很清楚。然后美国人他讲不清楚嘛，讲要刷卡，结果无好回敬，跟咱同款啦，伊敢要给蒋介石，给反共尔，因为知影蒋介石伊是是咧乱歪军队，讲台湾抬到安尼，搁让台湾变迄个本来。日本给我们创下的那经济奇迹，你40,000还是看整个都乌油去，好不容易 美元进来，台湾才用起来，可能是亡羊补牢啦，美国人对不？那个加载还有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他要履行这个合约的内容，要恢复他主要的占领国。现在我们说法国啦，法国跟这哪有什么关系？但是大概有一种有一个基地吗？好像前几年有一个法国人说他心灵迄个咱台湾是迄个因中国的一省啦、啊，一部分啦、啊。啊，伊即个人法国人讲的话，这太浪漫了嘛！伊讲伊家己对哦，伊拢无看去看历史，也是讲看迄个条约。伊敢有了解正经法？所以嘛，伊要浪漫嘛，拢无想讲啊，伊迄个死的囡仔也拜过来去赚偌侪钱去饲这个死囡仔。所以你讲出来的话，你也拜爱负担偌侪。所以大概我即个故事，我大概了解一下。咱咪是要学习多一部分的人，咱是要先知先觉，就犹太人呢，还是讲迄个美国人，迄后知后觉，还是法国人迄不知不觉，吼，大概思考一下吼，我感觉这个故事伫咧网络安尼传，我甲安尼解说安尼吼，大概较清楚，对不？吼，过来，咱咪讲这个开罗会议的争议性啦，甲拄仔李先生有讲啦，开罗会议是情书嘛，我要崩几，要崩偌济拢袂使。因为我要吸引你啊，要甲你扣起来，你是我的嘛，加入我这个团体嘛，同盟国嘛，我都爱画一挂，讲一挂迄天花乱坠的情书，看你会使给我袂，甲我好袂对无？是不是？啊，马英九讲啥？讲已经变条约啊。这个开罗会议波茨坦宣言，下面日本同，这个东西意向书，嘿，唔是条约。那我过来讲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够兴趣听故事。阿辉啦吼，走来甲老师讲啦，讲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呢。明明天顶迄落雨，敢是落雨？落出来明明就是水啊，应该叫做落水，哪会叫做落雨？老师就笑笑，就甲阿辉讲，你小想一下，你食饭敢是食饭？食饭放出来是屎。是叫食饭啊，食屎，对不？大家想看迄句，落水落雨是落水对啊，你想看对啊，应该就是叫落水对不？食饭对啊，放出来是屎啊，为啥那唔叫食屎？你有去思考这件代志无？我要讲啥？我要补屁股。民进党拢甲我讲，中华民国，敢是中华民国？对啊，中华民国唔是中华民国对不？有人家讲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无？我甲大家讲，中华民国吼，伊亡国是38年嘛，因的元号叫做民国38年嘛，因民国一年元年干民国38年，他们就是中华民国。对啊，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啊。请问38年了后，到今嘛，听讲是103年对无？请问，迄敢是中华民国？有人可以跟我说吗？流亡对吧？他们是不是中华民国？他不是中华民国，他是流亡的中华民国。他们的中原的代理人，政权的代理人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是 流亡的中华民国。那跟中华民国又不一样了。但是民进党跟我说，中央人说这样啦，中央也是我的想法啦，他也跟你说一部分而已。中华民国哪是中华民国？你去思考，你想到乱七八糟。我这样跟你解释，你想清楚，我都不让你乱七八糟。这样又说，
伊中华民国，伊就来台湾遐久啊，对无？啊，如果有投票权啊，有选举啊，嘿，啊嘛有迄个大家拢有选举权对无？啊嘛实施民主啊，对无？啊，干那嘛不举行迄个公投嘛？公投对无？已经民主化了，人民做主了，台湾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我啦，我流浪汉，走去恁家住，六十九年，我讲迄恁家的厝是我的，你会想要甲我占落去无？会袂？你的财产、恁的契约，迄拢变我的，你有想要甲我担落去无？啊，恁台湾人，你有想要甲担落去无？那有可能你住久了变你就是台湾？这种逻辑敢对？想看卖，对不？唔对啊！啊，你讲落雨。啊，本来就是水，应该叫做落水才对啊。大家去思考，啊，年轻人是毋是在食屎？是毋是在食屎？是毋是？伊嘛叫做大家屎才好食来，大家一起吃。安尼敢对？屎敢毋使食？所以这种屎话敢袂使听？是讲咱较文雅一个啦，我是屁玉啦，咱莫讲食屎哦。但是嘛，真心有人在食屎大个吼，啊嘛听这就屎话啦。啊，我要来过来讲。嘿，马英九讲，我们再这样想好了。开罗会议那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干不是开罗会议？伊即马讲开罗会议现在是开罗条约，安尼敢对？啊，久啊，搁变成条约。啊，请问，条约是上悬的，啊，敢有比条约搁较悬？啊，我美国啦，我甲迄个法国啊要开会了，啊，我有开会记录，安尼叫做条约，安尼敢有通？对吗？所以咱有不同的解读嘛，咱知有一个江苏讲较好诶，啊，遮侪迄个不同观点，互你知影。袂使看表面东西，袂使看人妖言惑众。我们完全讲求历史的价值跟真理在哪里。我们的日苏美战是根据整个历史的发展，根据真的条约、法律，哪一项会去骗台湾人？你去思考嘛，是不是？啊！你袂使像中国人，因咧中国文化拢用骗的。咱无希望咱听骗子的话，咱嘛无希望咱变成骗子，对无？咱讲实实在话，真理就是真理，假就是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哦，这个会议永远不会变成条约哈。啊，马英九他是学法律的人啊，他为什么学法律的人会不懂？啊，这是一种统战、啊、也是统治的一种手段嘛。啊，可能嘛是要讲给台湾听，是要讲给迄个可能上听对吧？甲讲给人听。啊，人即马唔只食屎大个啦，人即马头脑清楚。我甲大家讲啊，日苏北战是我们现在唯一的逃生工具，他没有其他的路了。刚刚李先生有讲，民进党跟国民党他们有论述吗？他们只是欺骗哦，他们是靠欺骗长大的，还有靠什么谁的奶水长大的。可是我们是有真理的哦，我们是有名字的哦，有禁锢哎。好啊，我们民政府执政以后，到底为多少人开始较好啊？当然啊，新闻警一定爱啊，大家来这训练嘛，一定爱。拍摄吼，请把迄个手机啊小关起来。好，啊，若要讲话，会使拍摄吼。咱阁继续讲落去，政策最重要诶，美军入驻嘛最重要，旅行证件一项一项来，大家回去去思考一下，好，大家较好诶想法。那么为台湾民政府安尼要治理台湾，为倒开始较好，咱台湾无较歹哦，迄咱台湾是无互人训练启发尔呢，咱台湾是遮赞诶，遮优秀诶，日本人共教遮赞着。啊！中国人惊你起来，你哦，你哇！日本、台湾人比我中国人较巧，哪会使？你收巧的人，我咧看上收巧，要反对我，一个一个甲你抬掉。台湾人敢会歹？对不？家己转去想看卖。我要讲这個，转去想看啥物件？我伫个譬如啦，台湾我们啊，民政府。每个人的身上有三把利器，第一把利器日苏美战，
这个真理永远是真的，你到哪边就是真的，你的 mark。人也要用要甲你引导，引袂到。啊，你爱有人引袂到，你就爱去研究。这个法律的迄、那个真相真理，啊，甲记掉咧头脑筋的。人要甲你讲话，你得，人要甲你，要甲你冲，吼、哦，要甲你压落底，要甲你变道，恁惊，甲你拼，日俗美战。啊，个专业。在做啦，我拢免讲专业啦。你去学校读个得到的是一种知识，但是所谓的专业，就是你家己各书底下块认真去研究哦。学校教的是一种知识，但是效果不一定是真的吼。我甲你洗脑的嘛有，所以变成讲你毕业了后，家己搁爱奋发努力打拼，变成你家己的专业，多一项拢同款。啊，若是讲啊，我要转行，无要紧。你要为一个学问，为头壳尾好个钻研，伊研究，伊迄就是专业。无不是讲我读好好读啥，我就后摆都做迄、那、哦、個，嘛不一定吼、哦。你讲一个学问，一个技术，为头壳尾个好个，好啊！每工安尼彻头彻尾，个去研究、训练、投资自己、努力创造、发明，迄就是你的，迄就是专业。吼、哦，啊，过来，哎、欸，第三样那个利器是啥？就是我们民政府讲的，别再贪污了哈。我们很正派，哈，我一直说我们训练的是一批都是很正派、不贪污的。我们这是我们第三把利器。啊，你中国的社会哈，中国管理的社会，拢全部拢是，我都爱安尼。你不今麦不爱讲，惊人，今麦可能嘛会录音啊。但是我无讲话啊，啊，我要3000万，3000万啦，三工先。哦，三工哦，哦，安尼三工哦，哎、欸，创意的思考、欸，哎，吼，要啥？有钱能使鬼推磨哟，有钱使什么？使鬼会磨对吧？对啊，啊，是毋是我拢安尼3000万来，我才给你这个过去？我当时有这气人，你知无？你要用钱安尼，才会使我才会执行这个项目。哎呀，哇！我做迄种数不清的啦，你台面上、台面下，搁一挂堆啦。所以，我们绝对不是，我们是一个很清廉的，我们不贪污，这是我们利器。你也不用任何的借口，想要甲变恶斗，对不？因为我们就是不贪污，就是判死刑啊。所以三个利器，啊，那我讲这些话啦，每个人都是树叶啦，这个根就是日俗美战啦。我们脑筋就是日俗美战了、啊，这个都是我们放射性的，我们要思考民政府怎么去治理人民嘛，治理台湾嘛，就每个人都有放射性思考嘛。这血压就是浪嘛，啊，血压掉落嘛，可以生出来，是不是？新陈代谢嘛，我们不怕被人家弄下来，因为我们该下来我们就下来，我们要有那个风骨啦。那我够搞的人，可以去你管对不？啊，咱也较含慢啦，是讲咱要新陈代谢，我如果含，我是较无遐好着，我如果好新的人起来，可以去做。那为了是台湾这个社会、这个国、这个迄、那个咱啊，咱即卖袂使讲国家啦，这个所在吼变较好，是毋是？那么训练一挂人有这个专业，够这种知识、这个能力，咱就可以起来做新陈代谢嘛。三个利器，大家回去想三个利器吼、哦，日俗美战吼、哦，然后专业嘛，啊，够让迄个清廉对不？你得必去接所在，唔惊人甲你按落倒。啊，人也要让人造，人也来造，但是人这个那个 team 是不会用那个扳倒的。我这个人可能哈，我有已经有准备，我要来做啥？那我准备不好，我就好准备的人去做，啊，我落来我紧，你唔惊人给你按到倒嘛？过来，人知影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层次嘛？我爱水、食物啊、空气，我才会在生存，啊，才会温暖嘛。基本的需求，过来，我袂使让人伤害我的身体，我的心理，你袂使把我糟蹋，还有我有迄安全的需求，进一步嘛，从生理的需求跟安全的需求，过来社会的需求，我需要大家来爱我，吼、哦，我有父母，啊，加迄个友情，吼、哦，爱情，有人肯定我，安尼我有叫爱的需求，即、這个社会的需求，过来尊重。你是不是要尊重我，我的存在，吼，这嘛是一种我需要更加管理一个需求，我来自我实现。
大家看卖，恁到倒一个程度？啊，是毋是即卖尽快要予咱基本的需求尔，予咱其他拢卖想。予你台湾人，你著去看迄个小黄啦，人讲黄色小鸭，其他拢卖惨。予你安尼基本安尼就好啊哟，啊人变低，啊低是咧食啥？咱卖讲阁食屎啦，低食阁较好啦。但是咱干嘛食变低对无？咱有思考是毋是？要自我实现啊，对无？我甲马斯洛这套，甲套用甲咱阿拜，咱民政府要安那来治理咱台湾？我若为迄个社会迄个福利政策甲迄个医疗政策来讲，我囡仔生出来，我都爱予伊迄个医疗照护嘛，予伊食，对无？最近我看一个消息，讲囡仔生出来，煞拢全身躯无血啊！啊，迄个伫加州，美国加州，哎，人医护制度很好啊。啊，那医疗呢？头壳嘛较好，尖端马上输血，囡仔活起来。那么是爱安尼啊？即个囡仔生出来，我们就是要给他一个生理啊、身体健康的一个照顾嘛，对嘛？啊，那么是爱安全啊？我那么是要有迄个守望相助，还是讲有警察制度，卖好我免受于灾难，对不？啊，过来。当然嘛，医疗团队啊，我来判别嘞，即、这个医疗迄个运作啊，甲迄个医疗网络嘞，啊，即、这个民政府啊，要执行，即拢爱创好好哦，啥拢袂使有空哦，就是要爱护咱台湾人，吼、哦，咱个判别也是安怎，有啥物需求，第一线，你知影美国人啊对待因家己本国个人吗？伊遮重视每一个人个生命嘞，我你叫我倒一个国家欺负伊，走甲。走去总去甲你救嘞，咱台湾民众嘛是安尼，你知无？哦，咱台湾的死嘛就价值嘞呢，那通好你糟蹋，对不？啊，过来，我们追求身心灵啊，我民政府给我这么多资源，我要提高我身心灵的那个美好的，对不对？程度嘛，这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一个完整的政策。安尼我来个想讲，迄人性化的政策，你要掌握人心，生活需求。生存的治理跟生命的享有，这社会福利政策跟医疗卫生，这我们是一定要做的，而且要做得漂漂亮亮的，这个是掌握人心向背的问题、啊、我来说嘛，日苏美战等于 Z， 对吧？我也来冲一个这样啦，我们是以真理来类推，我们现在的状况 X。跟他讲哦，我们真的生病了，有一个 Y， 有资源，有医生，而且制度啊等于 Z。哎，我本来是写健康啦，但是我感觉讲有当时也是有无健康的所在嘛，无治疗好对不？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咩啦？健康，这个医疗管理制度构建健康照护。紧啊，这个 X， 这个吼，那个身心状况，你要自己本身都要责任，就是预防，那个保养身体哦，卖去大鱼大肉熬夜啊，或是制造自己可能会受伤害的，吼、哦，这个很危险的因子对不？啊，治疗啊，静嘛，啊，你年纪大啊，退化，爱去治疗。啊，那治疗无好，咱都爱送去更加好的迄、那个，就是伊维生的迄、那个维生系统的吼、哦，是可能是我讲嘛，有可能啦。即、这个为预防治疗甲健康照护嘛，甲都讲个健康照护，有可能。迄、那个中途之家是啊，中途之家有人甲定义讲是，嘿，也是讲犯罪了后，一个机构吼，还有一个中途之家。但是迄、那个咱个身体不好嘛，一个中途之家吼，爱、啊、长期照顾老人，你知影嘛？老人照护，都要长期照顾一个迄、那个安养院吼、哦，长期照顾中心也是护理之家嘛。这就是要健康照护。啊，大概这个这条线来讲，医疗产业伊个收入表示讲，伊投资的。以投资这么多，从开始这么少到这么多，他投资他的收入也会代表他投资多少，那政府也会投资多少精力过来，吼、哦，这个是一个迄个医疗管理一个平台，吼、哦，啊，让要安那做一个从这样的程度到这样的程度啊，未来的趋势，现在这是这样评估，那还有未来的趋势，民政府要怎么去做，他投资多少？那产业愿意在这一块这个区块努力哈、哦，当然这个治疗方面现在是比较属于中间的取向，
那我们希望这个取向也能高一点，就是大家在预防医学能够重视一点。啊，若讲正经啊，治疗无好，咱变成讲爱有一个迄个庇护所，吼、哦，中途之家来收容一些啊无治疗好的人。最好在进入这林某，吼、哦。过来我阁讲的嘛，预防、治疗啊，甲健康照护，啊，这拢弄健康中心还是诊所啊？那吼，我过来变来这方面甲无人，才甲无咧讲着，就是我甲拄仔讲的嘛，护理之家。吼、哦，啊，坐月子中心啊，长期照护，啊，甲迄一挂庇护所，这安拢爱重视着。啊，这个健康医疗产业会遮侪种，拢甲药啊拢有关系，所以药啊是大病，所以才有人要地下电台啊，是讲电视，迄、那个泛滥，我还卖什么膏药，啊，拢唔知影伊是为倒来，所以它是个大病，每个地方都对药。都有关系，它是重点。过来，药师照护，等病人的安全，病人为中心嘛，安全第一嘛，效率、及时、效果，效率跟效果是有息息相关的。安全就是讲，我今嘛来病院看，医生给我诊断治疗，啊，若袂使误诊哦，啊，迄、那个。护士甲注射袂使注唔对哦，啊，药师不甲药也袂使甲唔对哦，安全哦，好如，嗯，我一个医生，我都看百外人，诶，病人啊有好如无？啊，我一个药师，我都爱甲走两三百张诶，出远诶，啊，我痛到要死，会甲唔对未？啊，我一个护士爱照顾四五十个病人诶，安尼有好如无？所以体制才重要诶嘛。那分配嘛，才重要。这个能力的分配，专业，不是讲要来赚钱哦。我收病人收上最上好。大家来台湾人爱看病，药啊摕回去拢稀少。啊，这是创啥？有为需求哦。你知影即卖，阮废弃药偌济无？摕回去蛋掉的，马桶迄落卖讲啊，钱啊马桶蛋啊不收糖卖讲。迄若回收过来，伫病院的，哇，还一摊呢。两三天一摊一摊呢，啊，搁还袂过期的呢，啊，你啥啦？你是开这欢喜的，摕这欢喜的了，看礼物是不是？啊，感觉哎，我摕到啊，欢喜一截啊，哇，我无欢喜啊，单调，唔是这种方式啦，因为你知影非洲啊，搁一个较咩讲，医学较落伍的国家，因的药啊嘛无，迄个医疗的设备啥物拢无。啊、所以咱台湾人咧浪费正经是不好的现象啦，吼、哦，这个嘛是爱检讨的所在嘛。即使就是讲，啊，我破病，我要急诊，会使可以用吗？就是说，在即使可以让我用吗？啊，那我不用，我病人可以在那边大吵大闹，打医生、打护士、打谁吗？不行嘛，病人也是不能无限上纲啦。你我知影你遮艰苦的，但是，哎，我们他妈真好不便宜。然后在病院服务恁，我嘛是真辛苦的，啊，希望恁咪做小了解一下吼。及时的治疗、急诊那个转诊的制度，还拢爱了解，啊，甲这爱公平，吼、哦。啊，我做所谓的总统啦，所谓什么官员啦，啊，我有特别待遇嘛，还是讲我都是无床啊，我都叫我们蛋在边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吼。过来，在安全内面，咱个品质的监测嘛。哈，我刚才我讲，啊，医生是有对症下药，啊，本来爱用 A 药用 B 药，啊，是因为 B 药迄个 commercial 较侪，是不是？这嘛是爱去监测哦，吼。迄药到底用得着无？啊，这个护士甲注射注着，当然嘛，还是甲我 check 我药啊，我是食着唔着吼？风险的管理，啊，若唔着会安怎？检讨嘛。吼、哦，你 medication error， 我提药提唔对，我可能注射注唔对，还是讲我误诊，这种爱检讨啦。我讲人吼、哦，一生当中可能会犯错，啊，咱讲犯错就是要甲追杀吼，唔、哦、是，咱犯错是为犯错当中去吸收一种教训，教训了后能够进步，吼、哦，我们擦擦眼泪就再往前走，好、哦，不要说要把那个人毁掉，应该
不是啊，媒体就好像要把那个医护人员毁掉、哦，啊你就要给他机会啊，对不？病人的诉求啊，我不要这个病程我无，啊我不要那治疗我无，啊你要怕人，你嘛不是按唔对吼、哦。咱病人虽然安尼是伸手要讲爱物件，哈、哦，是咪？啊，咱嘛是要给予，咩拢给予？你一句讲啊，谢谢您，啊我们真感动的呢。我咧我嘛是迄个新年嘛，有时咧值班啊。某人祝我新年快乐，哎呦，叔你辛苦哦！哦，你也一句话，我真欢喜的呢。我大家拢是叫用骂呢。我感觉台湾人就是迄个水平要提高。我们用感恩的心哈、哦，不要说这个健保资源我就是要用得到，我要就是要开得多。啊，你都没有想说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啊，你有什么付出？我是讲安尼，小思考一下啦。吼、哦，啊，过来健康管理嘛，预防医学。啊，迄、那个感染控制就是讲，我住咧病院，有可能我本来好好，啊，住做叫病院内面有迄只侪细菌啊，啊，唔知哪一种什么途径吼，啊，怎害我去得到某一个迄个细菌的感染啦、啊？这拢是爱感控管制吼、哦。啊，我那有这种，我那个专业人员还有这种概念，啊，要创的时阵爱较注意的吼，爱、哦、注射迄针头咩啦，囥吼，啊，囥好，啊，消毒应该爱消毒。吼、哦，啊，这个环境，安那窗户、空调设备，迄拢爱注意。才袂讲安那讲，我好好这边来讲，电脑严重吼，这都爱个注意一下。吼、哦，啊，这医疗团队拢爱个尊敬啊。吼、哦，安那有事会围伫遮吼。过来，咱要入去病院，啊，要去诊间，啊，得为遮行看病，啊，开立处方，啊来，遮就变成药局的迄、那个。所在爱服务的所在，啊，要甲你讲啊，你这有迄、那个质量安那食啦，吼、哦，副作用安怎啦，吼、哦，啊，可能药物个药物之间有迄个细格差，吼、哦，这就是变成个药师，即治疗你药物咨询，然后去甲迄个药师问一下，吼、哦，这是阮的专业，啊，当领药啊，领走啊，这是一个流程，吼、哦，大家应该看过病，这种了解，过来，卫生署了，现在卫生福利部，吼、哦，这是变成讲咱个顶头上司，伊要安那做。对，你要订定良好的一个医疗体系跟品质啊！啊，这个药厂吼，是不是制作较好的、品质好的迄个药物，予咱台湾人用？啊，这病院是咪进较好的药啊？适合阮这个药啊，病人的需求去进这个药啊？啊，个医生开是一个适当阮的病情的药啊？吼，啊，个来药师嘛，啊，对嘛？我甲拄啊讲药师的专业有讲过啊，啊，你爱问啥，药师嘛爱甲你回答。啊，过来讲护士啊，注射嘛，袂使注唔对啊，对不？哈、哦，啊，给你这个护理的措施嘛，你嘛叫不来，啊，就伊的服务的态度嘛，哈，人感觉甲迄个感觉亲切一点吼、哦。我也是讲亲切咯，啊，你要定位安那亲切吼，啊，我的服务里遐侪着，人我咪啊笑会出来。啊，变成了这是迄个医疗伦理制度吼、哦，经过医疗伦理制度教人。人对别人，人更加艰苦，更加辛苦，咱嘛爱对对方好。我较早嘛捌听人讲吼，阮都叫阿人别人安那欺负，我安那叫用吞打，阮也袂去告别人，告别人呐，去法院告别人呐。阮另外讲，甲委屈一点，我嘛袂去告人。这是台湾人较好的品质，但是你想要死，即嘛你可能台湾人的诉讼很高啦。我卡不住了，我要跟你告，我绝对，我绝对不放过你，我要你好看。这边来讲，其中内置的一种情感，还有内置的一种教育方式，都教人吼，卖去教人，就是卖去教人有分金啦，啊，咱会使去服务别人，我们奉献的心态，而不是批评的心态、报复的心态啊。但是这可惜，台湾人今麦讲报复的心态大于我爱别人的心态吼。这边人讲，那阿伯为教育开始吼，我们内置计划，甲人讲，迄个美国人是欧美人士，拢叫因囝十八岁就出去吼，家己去学会读书，拢家己来内置计划，你变成独立的精神。啊，那么是内置计划，我们就是出发于我们内心愿意去服务病人，吼，搁较艰苦，我嘛爱笑笑，安对别人好。我也希望我可以这样啦，我也不要有脾气，我喝奶就可以尽量喝奶，虽然病人
就这样就张的啦吼，啊，这不合理的，啊，咱卖去甲人有气尖，咱吞论一下吼。美好的台湾人特质，把它复辟出来，因为它本来就有吼。啊，北人我搞多少购买，不是无限上纲哦，你一个新年快乐，哎，要是好，哇，欢欢喜嘞，对不？咱讲欧罗一碟吧，咱嘛无欠一碟吧，是不是？所以这变形工，你内置计划，你愿不愿意去这么做了哈？我们也不会强迫你啊。啊，再来就是，赶快嘛，告诫停多，摕到药啊，爱对药啊对药清楚嘛。医生看白日，迄个诊断，啊，阮药师来确认迄个处方对不？啊，白人摕到药啊，当药摕去吃吗？你是爱看药袋啊？迄个是毋是你的名？咱过来看一下。这个药袋应该大家都看过了吧？啊，当你的名字先看清楚，是不是我跟某某人？啊，过来这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点的，还是安怎吼？还是贴的？看好清楚，这十六项拢要记有条条吼。名啦吼，用法，几粒啊，几公分吼，什么药啊？啊，这有什么警语？安尼大家提登去了啊，小看一下。唔过我常常要搁吃落去，讲有人啊，才趣味的。啊，无呢？本来就是要抹外面的，哎，给他抹眼睛，要抹空嘴去抹目睭啦，结果有得青眉，差点仔就青眉，吼，要注意吼，啊，可能是要脱脚床来摕去食嘛有吼，要注意一下，先看药底下医生安怎讲，啊，再来食药啊，过来，药师的位置食啦吼，为病人来。病大病就要做这么多检查，生理功能的检查嘛，啊，看他病史什么嘛，啊，他体温怎样，还是说他做那个检验是什么，啊，就有一个计划开始啊，啊，可能要照会，哦，这经过这样一个计划，他的疗程要怎样定位，啊，还有他要consulting，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照会嘛，啊，还有assessment，就是plan，要怎样说给，这有什么医疗的计划，啊，还有诊断，啊，治疗是什么，啊，有这个部分有时可能对这拢较了解，对不？我你该安心，互阮照顾。好，啊，这长照一个评估，一个缩影啦。医院的照护也是这个缩影，吼。哦，啊，今嘛四点嘛，我讲到这呢。医疗照护，吼，我们要是也有自己思考的方式啊，评估，然后计划啊，怎么追踪，吼。啊，变成讲有书，伫咧迄个。调节的时阵，要管理这个药啊，啊，甲迄个医生吼、哦、做伙去研究这个药啊，哈、啊，有适当无？这临床方面嘛是专业嘛是爱顾着，啊，个甲护理人员，迄、那个啊，甲其他的迄个医师人员，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吼、哦，嘛是爱有教育的功能哦，互相教育，继续教育哦。我即马要甲迄个用药的安全跟管理的制度还要讲吼。安尼哦，大家看这图片，知影讲这个图片为倒来牙手，这个图片为倒来牙手，讲较趣味的，虽然要存二十五分钟，我嘛爱讲完。答对了，没有糖果，下次带糖果。啊，这上，唔是，对，啊以上演的，月底啊，乐地啊。伊想要去杭州读书啦，要拜托因老爸老母，啊，因老爸老母有可能一个查某囡仔去外口读书，迄阵是因那因迄个中国迄阵时代是较封闭的啦，不平等嘛，对不？恁查某囡仔来袂使读书啊，所以就去假扮一个郎中，假讲去改已经伫因查某囡仔迄个闺房改执咩啊，讲伊他要这个十样的药啦，哦，这一样没有看到哈。以后是刚刚东海龙王虾是不是？二药虾子头上浆了，讲啊，去干占卜。伊妈妈就是讲，拜托的，我要去倒摕这十行药啊！啊，我今晚要讲啥？我先要讲，这是咪新药？新病要新药医。咱台湾是咪要需要迄个新药来医？有无有台湾较好的迄个药单无？有人可以跟我说台湾现在有较好的药单吗？有啊，我刚才不是说四个三个利器集中第一个日俗美战啊，那就是药单是不是？哎呀，对，新药就要新药医，从源头历史的真相开始，对不？
想看嘛，历史是跑不掉的，真理永远是不会蜕变的，伊就是真的嘛。我即马就叫做这个人，我就是真的。我袂讲我即马变成哦黑某某人，对不？所以我今仔日要讲的是这几十项啦，有关系拢在内面，吼、哦，一个一项讲。吼、哦，我讲可能要讲较紧的。当然，咱适应症也要问问切嘛。啊，这个阮药物食落去，一定要吸收、分布、甲代谢，啊，到剂量或剂型，吼、哦，吼、哦，啊，你我一天要食几届，拢登记啊看清楚。啊，用药的途径嘛，是要食的，吼、哦，是要吸的，吼、哦，还是要脚床要踢的，吼、哦，还是讲要抹的，吼、哦，目睭要点的，迄拢爱足清楚的，吼、哦。啊，咱也要去。也做有一挂成药吼，是开放可以在药局买的。啊，你要买药啊，迄阵啊，这是京东的吼，药局买的物件。我拢惊药局伪药啦，都当我来讲。但是你正正当当，你去药啊，我药师嘛爱正正当当哦。我嘛袂使去进迄个不明的，是讲伪药啊，佮真药，迄嘛无可能。啊，咱正正当当去药局去买药啊，你这拢爱看清楚，伊是毋京东的吼，制造日期、有效成分。这都要了解哦，不是说我提药啊，人介绍我就来吃，对，过来，我刚才有讲啊，这个外用人口冲去点白酒，那那就大条啊，是不是？所以什么途径有效，拢要清楚，不同的剂型，感冒刺激的还是感冒倒的，这拢要再了解哈。我过来，那个定剂有遮侪种的，口含定的是讲感冒刺激的，感冒用感冒的，哈，我用感冒的。舌头上面用含的啊，这舌头下面是救心的药吼，清脚痛救心的药，救心咩？随时啊，放啊心上诶，他来刺激下卡，有迄血，迄、那个血管哦，安尼分布啊吸收安尼，啊有糖一定就讲，这个药可能只苦诶，我着用一个外口甜诶物件啊，甲包起来，我食诶阵甲袂记，感觉伊只苦诶安尼。啊，过来，糖一定甲某一定。做的方式无共，意思是拢共款的，你莫有迄个胃肠吼破，莫叫迄个卫生破坏，吼啊，或是讲影响人迄胃黏膜啊，有迄个溃疡、皮变安尼迄种副作用，有即种迄个肠衣定、甲膜衣定，啊，过来咀嚼定就是我用煲的，我煲咧煲当中，我咧吸收入去啊，吼，即个剂型。啊，过来我有胶囊嘛，大家拢知影有硬胶囊跟软胶囊，迄就是因为迄药啊无安定，吼、哦，到爱硬壳、软胶囊、软壳嘛。啊，搁这吼、個，这个特别的，吼、哦，这都等我过来讲一下。这看起来是胶囊，咱平常时正常人拢会使用吞的，那袂当吞的人崩溃，为迄鼻胃管，吼、哦，安尼，互伊同款分解效果是同款的吼，氧、哦、气的效果是同款的，吼、哦，这是因为吼设计一个迄个袂当，就是讲吼袂当用吞的。吼、哦，可能惯惯的病人，还是讲囡仔需要用这种剂型。吼、哦，我讲那个口龙顶嘛，就刺激顶头用甘的都氧气啊，即紧的吼、哦。啊，你嘛在配茶，但是效果无好，啊用甘的都吸收啊吼，咱这黏膜遮侪，迄、那个血管拢伫遮吼。啊，搁迄个发泡顶，就是只放啊茶，你讲讲滚水啦吼，茶是茶吼、哦，有当时。迄个意思，大家知影，就是讲去茶加迄个滚水无同款，开水啵，安尼解使食迄啉落去，安尼大部分迄拢是祛痰的药啦吼。啊，过来我甲大家讲，迄、那个长效的，伊就即侪针的无，即一针两针，啊，药啊包咧食，啊你我食落去，啊第胃内面崩解，伊就慢慢啊出来，所以这里会使药效12小时，嘛药效1小时。啊，若讲药效，我过来讲一个笑话。迄、那个药师甲阿伯阿公，哎，你这药啊食长期啊，药效12小时哦。啊、哦，哎，等你厝诶，一直笑，一直笑到十二小时，笑到面都要歪去啊。就讲一个笑话吼，大家会袂困去。药效12小时，迄有效12小时吼、哦。过来吼、哦，这长效迄个缓释性慢慢啊出来，安尼出来，啊，拢迄个时间在维持一天啊，无十二小时啊咯。啊，这吼、哦、是哇啊！皮肤爱迄个有空嘴，咱就是爱先用迄个生理食盐水，啊，卡无就是迄个双氧水。生理食盐水是甲迄、那个咱的患部小虫清气啊消毒，啊来抹油啊。
啊，那有植床软膏、甲阴道软、迄、那个、迄、那个软膏吼，就是这种爱为这个药内面吸起来一定的剂量，啊，再加迄个插入需要的地方吼，这个叫做迄个植床软膏，啊，不就是那阴道就是阴道软膏，啊，植床软膏，啊，佮有栓剂就是踢脚床的吼，烧的吼，要退烧，啊，是讲让阴道有感染吼，栓剂，吼。这差不多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还有这个白酒油让点哦，小把这个吃下脚吼，跟软的这个白酒吃软的，小把这样刺一下，点下去，吼，啊，如果说油膏吼，啊，就可能你就要点油膏吃下脚，啊，点下去，啊，跟嚼，啊，如果要点的时候，白酒给我连一下，这样跟平均，吼，啊，如果说那个白酒油吼，你打开了就一个月，给用完，不能再放了，吼，啊，那两个目睭药啊吼，弄全目睭药水，两个甲两个之间啊隔五分钟。啊，那药膏甲药膏之间就是啊隔十分钟吼，药膏甲吸收较慢一点嘛，药水较紧。啊，上先点呢，药水先点，再来点药膏。那两个药水来讲咧，都一项开始拢无要紧，但是爱隔五分钟吸收了后，啊是药膏爱隔十分钟吼。啊嘞，这个咱喷鼻啊，有你爱用手轻的顶喷入去，啊，有的是用迄个气压，那个气入去，用这气吼，啊，有的是用安尼气安尼喷入去，有的是用这方面安尼气，吼，哦，气压式的，啊，甲点鼻啊，我讲啊，这简单嘞，为啥我要教？你感觉简单，但是正经你要从你有当时诶发挥去吼，哦，我来讲个清楚，咱个成人吼，哦，你得安尼个点入去。耳仔少揪一下，即耳壳少揪一下，吼，哦，啊，甲入去吼，啊，甲吸收会着吼，就甲揪一下。啊，囡仔袂当揪吼，囡仔只骨头可能软骨还袂迄个成长好吼，卖甲揪。你有即个耳水只揪一下，吼，哦，啊，甲好点入去。啊，过来，你讲啥？即个迄个吸入剂吼，啊，咱也讲有气喘呐，一定爱嘛是救药啊，救命药啊，爱囥啊身上。啊，若准你昏倒，有当个人甲你救。啊，糖尿病嘛是爱囥个心上，吼，哦。那你啊，突然血糖低吼，也是安怎吼？血糖安怎控制无好，你就好人迄药啊在心上甲你救。啊，你嘛是心上啊，囥一个理疗，讲我是糖尿病患。啊，谁看到我麻烦，我裤子口袋里面有药，嘿，紧嘞，甲我救一下安尼。人外国人拢是安尼，咱台湾人有这个知识。吼，哦，啊，这喷的方法吼，哦，就是讲把迄个气吼，哦，吐清气，啊，要气迄阵吼，要气迄阵哦，安尼马上吸，啊，闭气超十秒安尼你就吐出来，哎，正常呼吸，啊，这侬爱休息一下吼，哦，啊，来病院吼，哎，得药局，你就改迄个药师讲问啊清楚，啊，这个漱口嘛，这简单嘞，我牙龈尔，我来抹推出来就好。啊，那外国是个口腔搁个内面，啊，就可能爱30度嘿，差不多迄个角度。啊，那边脑食发炎，吼，哦，那个可能搁来45度安尼过来。吼，哦，啊，咱药爱注意讲有变化无，吼，哦，啊有潮气无，啊看外观嘛，啊搁看有效时间，啊你看已经过期啊，吼，哦，啊关切吼，哦，啊逐爱去看。啊，然后讲啊袂过期的，但是已经要判伊啊嘛，才去收吼。最好是放在那个药物回收的啦，拿去病院吼。哇，时间要到，药命关系的意思是讲，我要用药啊去操纵一个人，还是讲伊的那个药物副作用的关系？这个大家会使去看，才精彩。那个，让你感觉袂到的那个结果，我是要讲的那个过敏。咱啊去开一个药啊，过敏吼，吼，哦，可能嘛是一种副作用一种，规身躯起疹毛，还是讲无爽快。吼，哦，啊，若简单的，你过了这个迄个治疗的方，这个疗程了吼，敢袂安怎？身体阁会使接受的无要紧，继续，会使继续阁食。但是你感觉全身骨拢无感觉，紧停药啊，紧来病院，吼，哦。啊，阮阁有迄药物通报系统啦，你进前无好，你都爱去通报，这个药啊可能对台湾人的身体有问题。啊，若引起的状况，怪药害救济，这都当可以讲一下。吼，哦，药物禁忌。吼，哦，疾病来说，吼，哦，食的病人需要什么禁忌，拢爱注意。吼，哦，啊，你来去饮酒啊、开车的人，还是迄个有心的人、不分的人，拢爱注意
这吃这药啊，安尼甲袂有问题无？那对象来讲，老人、儿童、甲有心的人，或者药啊吃落去会变化安怎袂？那嘛是爱来做了解。好、哦，啊 ，A 级、B 级、C 级，这大家应该知影嘛？这就是安全，吼、哦，无禁锢讲伊有对孕妇危险。啊，这吼、哦、可能都不是边吼，可能无虾米伤害，但是对迄个孕妇吼嘛无虾米迄个实验讲有害，所以这嘛是算安全的。啊，有的动物实验是讲有副作用，但是对怀孕的迄个前期甲后期，吼、哦，较无影响。啊，死是讲可能对迄个动物实验有害，但是迄个孕妇无迄个直接的迄个禁锢，讲伊对孕妇有影响吼。啊 ，D 级已经有证明啊，所以有部分 A、B、C、D， 啊，这 X 是会畸胎，这也有一概念吼。所以那外靠迄来路不明的药啊，你根本就唔知伊对老人、对迄人囡仔是讲对迄个孕妇影响，你就摕来吃。所以这侪学问的拢唔知影，就摕来吃。吼、哦，食到安拢白心啊！吼、哦，我感觉这个唔知讲这了解挺多爱话多。啊，那个 A 药、B 药吼，吃落去吼，赶快类的可能加成它的作用吼。啊，若无共类的，到底是加成还是降低吼？啊，搁只嘴油啊，要安怎？啊，阮有一分迄种的交互作用的阶级，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到第五级，啊，严重度吼，去判断讲你适合安尼食无吼？肝的首度效应讲，我食落去，肝会代谢掉，会解毒，会破坏掉，啊，效果就降低嘛。啊，即、這个有肝酶的作用是讲，我交互作用两个。有酶去破坏这个药啊，还是讲这药啊两个药合作会有促进代谢，代谢就可以，还是讲抑制代谢，抑制代谢就是老啊辛苦现象的都毒性出来了，吼、哦，所以这有挺多的这种概算。啊，过来，我们做 A、B、C， 迄个美国人，美国还是外国人做 A、B、C 的挺多来讲，这个 A 级啊跟 X 级的交互作用的，我感觉讲咱台湾是一二三嘛，啊，因那些 A、B、C、D 跟 X。按咱们来讲，啊，我食遐侪药啊，这组合那么复杂怎么办？吼、哦，这变成讲，阮有时候给你查起来，啊，你变话有查到，你有两害、两全相害取其轻嘛？到底我要食无？我判断起来，吼、哦，啊，有的是爱间隔啦，休让，你可能有交互作用，你都爱让才能休息，吼、哦，你绝对爱食的，你都是爱变来爱让，啊，那无关系，无要紧啦。吼、哦，这样我给你查询出来安尼，因为药啊一定要透过迄个药物的咨询啊，给你了解了。哎，下一张，哦，有下一张，好、哦，啊，搁迄个拍摄哦，这个交互作用啊，那有一个查询系统，吼、哦，药物交互作用这查啊，你这紧就出来吼、哦，啊，过来，好、哦，那个哎，药物跟食品嘛有交互作用啊。吼，因为阿司匹林伊会促进迄种诶，伊嘛是一种诶抗凝血药啊嘛，伊甲酒精合作加，也变成可能个中风嘛。阿司匹林遮侪甲伊遮交互作用诶，所以这爱注意。那葡萄柚吼，甲侪迄个抗高血压的药吼，你咪袂使讲我要食葡萄柚，只佮食即个抗高血压药，有诶吼，颠倒血血压无治疗着，佮互你变血压变低吼。啊，这吼大家参考一下。啊，大部分诶胃药啊拢。迄、那个胃乳片拢会对迄个药啊有迄交互作用，影响会吸收吼，这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佮有人甲即个农民力吼，甲突发奇想，甲种药物跟药物的作用吼，有甲迄个牛奶也是讲甲药啊，甲做伙来了解。即嘛无人做药啊甲药啊，但是用讲药啊甲食品来做搞交互作用迄个提示嘛，即个迄个奇美医院因个突发奇想用即种诶，好，大家再做参考。那个药害救济有些讲药物有不良反应，吼、哦、啊，造成他的身心方面吼、哦、有影响，这可以申请那个就是申请理赔啊。但是伊这严格的啦，吼、哦，这制度这严格，给你讲是因为这个药啊引起的，吼、哦，这嘛是较好的制度吼、哦。啊，个这个电影是讲爱情要不要，吼、哦，这嘛先去看，这趣味的。主要是讲伊得了迄个帕金森氏症哦，哎。手一直当当当，爱甲伊爱情的故事，啊，甲伊迄个勇敢的去克服这个疾病，吼、哦，啊，演行过来足侪，对，主要是讲医疗人员吼、哦、会操守，
啊，甲迄个行销销售人员里面的迄个私相授受吼，即电影内面拢有去讲到，就是伊嘛，伊是 sales， 就是卖药的 sales， 啊，伫病院要甲迄应该是讲诊所嘛是病院，吼、哦，走去因迄诊间，啊，甲推销者，啊，甲伊好处，因伊卖迄维他果，维他果就是迄个啥物壮阳药啦，吼、哦。哎，每一人一粒嘛，啊，伊来用野油啊，这么利益方面的输送，所以咱要建立一个制度啦。那这个医生是有绝对诊断跟选择药物的权利，但是伊会受应用。啊，受应用为虾米受应用？所以政府要做一个较好的迄个管理、迄个体系。啊，这个药商什么，这整个共生的共利的，是不是变成药品差价的问题？药价黑洞，这嘛要注意。吼、哦。啊，这健保制度谁在咬这健保制度？吼、哦，为什么上来搞破天？吼、哦，过来差价嘛，药商利润、啊，这个是本益的利润，这是本益没利润，但是药商有利润10%。现在管理制度已经腐化了。台湾的健保15%，日本才26%，愈来愈悬，大家拢想要为这个药差内面。好、哦，去探取迄个利益，这叫做药价黑洞。啊，即嘛是因为调整迄个2021年啦，啊调过了，即侪迄个70几种的外商公司要走，我袂当么恁台湾，变人台湾人无药啊，足恐怖的呢。啊，即嘛讲佫变一个啥物2013年讲药费支出目标啦，啊超出来就要把你砍掉啦，吼、哦，因为预设值嘛。啊，这到底有好不吼？这种爱去审视，要解决这个健保缺口，伊就为讲把你调降啦，吼、哦，啊，就无看你有啥物新的制度，甲我讲的制度啦。啊，讲政府补贴全民买价，全民来买单，因为那付所得税、付税金，那他用来补这个洞，这样对吗？你源头嘛，源头有漏洞，不去改变它，你用这种来补，越补越大，波破帮波波入大，调涨，你调涨。健保迄个汇率调整，啊，是毋是大家拢爱阁付出遮侪钱，嘛是共款用啊咱个心胸，是毋是？安尼砍药，我不要用这个药太高了，不要用这个药，我换药好了。结果换药换的我不是，甲我无合的药啊嘛，我要治疗我的病，结果你甲害我食另外一个药啊，阁愈严重，也是无好。我是毋是阁爱来一直来病，啊浪费资源？安尼舍本逐末，你知无？你头下无去解决，你讲我阁用歹药啊，啊我阁无治好，我治无治好，我阁继续搬去病院，我搬病院我阁用医疗资源，阁用药啊，哇！安尼是咧变虾米？对无？你源头没有解决，你就让这个破洞一直大起来，药价黑洞，即一定爱来解决吼。吼、哦，爱变成讲法律甲道德甲迄个科学爱，即个拢爱管。全部拢爱管理，吼、哦，严格的迄个审药制度流通，没有恶性竞争。你啊，你不会我有我的利益输送，啊，医院也要去建，也要去投入发展哦。啊，合理的薪资，啊，报价也要合理。啊，跟我们医疗人员的伦理，就是我们要不能要贪污，卖公想要拿回扣，吼、哦，我们爱念瓦水薪水都剩瓦水薪水，不要额外的收入了。吼、哦，那个伦理道德要从根部教育开始，吼、哦，啊，个严惩。然后现在讲到说药品销售员，那个 sales 不可以直接去找医生，但是我们台湾哦，我们也去诊间找医生，也不然输在下，人美国不可以，他们骗骗你不可以来找我，他只可以去药剂科还是那个医材去拜会，这样可以杜绝利益输送的问题，这是台湾的改革，大家想看看。啊，这从电影也是看药物滥用啦，因为时间无够吼，我想我大概小看一下，就是我刚才分辨伪药还是真品，我刚刚有一个秀一个图嘛，有效期间什么，大概小看一下吼。那会叫伪药，就做这种的，吼，一个卖药啦吼，吼，诺马斯克啊，威尔刚嘛，威尔刚就变成男人的圣品，都、就是这嘴两个繁茂啦吼。啊，这就是迄个治疗那个血栓嘛。较好的药啊嘛，叫用仿冒；阿斯汀诺斯较好困的药啊嘛，用仿冒啦。
我出来了解一下。啊，中药材有禁药吼，大家知影吼，禁药迄个对迄个那药剂有影响哦。咱个食迄中药啊，来历不明的，伊上样药剂啊，所以这卖注意的。啊，搁工业用的即个化学物件嘛，摕来讲煮面啊煮啥，摕来掺掺的人难免在食，啊，咪做药方。所以这拢爱注意吼，咱台湾人的健康爱顾着。啊，这种毒品嘛，好，大家看一下。哦，这是些惩罚药事法，哦，这个还太轻了啦。哦，让这药有分类啦，中枢神经兴奋剂、抑制剂，跟迄个中枢神经免迷幻剂哦。哦，这最重，你看，哦，这是安眠药啊啦，哈，什么红中白板，就天他命嘛。这最迄那个 FN2 嘛，这种药啊，但是你也无用啊，好变成毒品啦，哈，哦，这拢是药啊，这拢本应拢有。哦，安公子啊，像青发红中啦，哦，啊，那一级、二级、三级，哦，那我咧分级，海洛因，哦，一级、二级，大家看一下。啊，哪讲你制造、贩卖一级的话，死刑；啊，哪只讲你持有的话，啊，持有什么判的刑不一样？那所以以后我们要治理一套制度，哦，让台湾人不要去走这条路。哦，啊，这乐界所。迄阵日本有一种间毒性，欸，应该是叫做间，就是说渐渐减毒。到底对这个药啊无欢迎，没有戒断现象，都袂艰苦。我无食这药啊，我会真艰苦的。安尼，有一种制度，唔是讲禁止你食，嘛是互你食。但是你可能食这个五米尼来讲，即马变四米尼，变三米尼，阿妈慢慢感觉讲你无，安尼就好起来啊。还是渐减解毒，安尼。咱日本时代迄阵有一种制度哦，较好个呢。吼，咱嘛是爱安尼做。吼，啊是安尼拒绝，吼，直接拒绝，啊无就规避那个现场，啊无跟转移话题，无就讲送个你口肯。地下电台是讲电视迄个广告，大家爱循环，不听不信不买不吃不推吼。吼，啊这个是还没上市，哎，电影还没有开始开拍，但是我知影讲，伊这是就变成说要命俱乐部啦，伊讲。美国有一个新药制度，啊，但是因为这药还未上市，啊，但是救不了伊得艾滋病嘛，伊就走去墨西哥什么，去摕药啊来吃，啊，佮帮助其他类似疾病的人，啊，变成一个俱乐部呢。啊，我们要探讨的是，现在就是新药嘛，咱台湾迄阵美元的时候，台湾有直接美国送过来药啊，咱即马要批准了，都爱隔差不多四五年，啊，但是在美国都要上市两年。2到3年，所以咱要让台湾用得到的，可能还等八年哦，六年啊，八年，吼，哦，差不多七八年嘛是爱。BAB 就是讲身体可用率跟相等性，我是讲针剂100%的吸收叫身体可用率。好，哦，啊，身体相等性就是讲我迄，那个学名药就是讲我伫台湾上市的药，啊，你原厂药就原厂也专利期过了，台湾可以研发它相关的技术。咱台湾做迄个药啊，啊，你爱比较讲台湾做甲迄个外国做诶，吼，那比较对咱人类诶迄个吸收，安怎叫做身体相等性？按咩来规定？吼，即阮来要开发新药，即拢爱有一定诶规定方法。吼，啊，即有迄个临床试验，吼，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到那个最后，你上市以后还都要再观察它有没有副作用，要下架，吼，过来。哦，让台湾也，我们台湾也是很棒啦，就是自己有发展很新的药，现在已经有在申请了。好，哦，拍摄我最后讲啊呢，收紧啊，咱这放给大家看好不好？刚好时间，就是哦，好，那我简单说哈，哦，就是我们用药要正确，要五大核心啦，哎，怎样自己的身体状况，吼，哦，啊药啊标示清楚，啊用药啊防范啊清楚，啊做咱自己的主人。卖讲我去听信别人的药啊，哈，卖药啊，啊就在吃吼，啊，过来讲，咱医生甲药师啊做一个朋友，吼，啊，咱有啥物问题来请教因。歹势吼，我讲后来讲啊才急着，我使更加详细，但时间无够，啊，我讲啊吃，啊，我希望大家拢会使健康，哈，好，大家加油，讲完啦。各位童星下课休困10分钟，各位童星下课时候10分钟，谢谢。